现在的虚焦画面呢，是模拟一个我作为近视眼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一些景象。我起床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不是找手机，而是找眼镜。在除了睡觉、洗漱之外的这些场景呢，基本上我都需要佩戴眼镜才可以正常的自理我的生活。虽然我度数不算太高啊，但是我伴随着散光，其实如果不戴眼镜的话呢，很多情况下呢都是不太方便的。即便洗漱，包括甚至阅读这种近处的这些使用场景，我可以不戴眼镜，伴随着一些不良好的姿态，我也可以勉强的稍微做一下。但是涉及到好比像需要驾驶这样望远处的这种使用场景呢，我就不得不佩戴眼镜了。那么尤其驾驶这种比较棘手的情况，就是我需要从明亮的户外进到停车场，把墨镜切换成我的平光镜。那虽然近视眼很多的不方便，但是自幼与它相伴的我呢，其实也早已接受了它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偶尔我会在想，如果我出生在眼镜发明之前的时代，我应该完蛋了吧。不过好在习惯多年戴眼镜的我呢，也在这之中寻找到了苦中作乐的方式，那就是更多的穿搭可能性。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那么以上的一些画面呢，只是粗略的表现了一下我作为近视眼在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啊。不近视的朋友呢，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不便。这么多年的近视呢，其实我也算是接受自己，并且愿意把它作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然后加以利用吧。所以呢，这期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除了平光镜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几款用来凑美的镜框。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循例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身上的一些单品。我知道肯定会有人问的，那我就直接在这里说好了。帽子还是主。那么身上这一件有点像 Aloha Shirt 这一件衣服呢，是 Stabby Plus 和 OP Cloth 合作的一款别注款的衬衫。它把两个品牌所代表的两个城市的市花呢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图案很好看，就是广州市的木棉花和深圳市的乐杜鹃。其实这两种花不分广深了，整个南方都会经常看得到。那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别注款这一个定义啊，通常我们说两个品牌或者说创意机构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会叫做联名，但是别注呢稍微跟联名有点区分开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是在现有的一个产品上去盖章，等于说是 Stabby Plus 这一个创意机构去向 OP Cloth 这一个服装品牌提出一个像是订单，有一种量身定做的感觉，这样子能够在呈现的单品上有更多的创意的可能性，就不单单只是一个现有的产品去做盖章这么简单。那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案呢，其实还是蛮好看的。我有一些上身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叫别注款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我觉得也会更能体现品牌或者媒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诚意，拿出来的这样效果其实非常好。那之前我有分享过他们跟 Wisdom 的别注的那一款机能马甲，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是都不错的。里面这件打底呢是来自未知领域他们的最新的算是一个打底套装，黑白灰三个基础款的配色，然后是有口袋的。那关于这个品牌还有后面的一个眼镜我都会分享到，这大概就是身上这一些单品。如果你们还有问题我没有讲明白的话，你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给我。那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就是用来凑美的镜框。那关于眼镜呢，其实我早在差不多两年以前就分享过了，就是纯粹作为一个近视眼怎么调镜框，然后怎么调镜片，这种我分了上下两集。虽然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现在自己回头看，我也觉得制作水平确实是不太精良，但是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如果在这方面有疑惑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先回头看一下吧，应该会对你的选购镜框、选购镜片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按颜色的深浅开始啊，首先拿最深的这一副，这副是来自 The Owner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好物分享的那一期有分享过他们的一个很特别的
金丝眼镜，设计造型很奇异，我也没有去后配我的度数镜片，所以就比较少戴。那这一次收到这一款呢，就是这种比较粗大很有视觉冲击力，比较明显的设计点就是说它镜腿两侧有这样的一个刀片形状的装饰，并且这个刀片的装饰呢，它是可以取下来，就是它是有磁吸的，两边都可以取下来之后，你可以替换成其他的款式的这样一个刀片，其他刀片在这里。这也是我做的是 UP 主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收到有人寄刀片给我。装饰的刀片它是一共有三个款式，一个是珍珠款，然后一个是钻石款，还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圆环，当然不是真的珍珠和钻石啊，只是一个装饰效果。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取下来，看你今天的搭配和心情去换左右两边的任意一款刀片，就很简单的把它磁力的这样吸上去就可以了。我觉得它的效果还蛮好的，包括它的佩戴效果，整个镜框的这种设计，它的形状其实还蛮贴合大多数人的脸型的。我简单戴一下，你们看看就知道。我也是没有配度数，所以我不太看得到我的视觉焦点在哪。就这个效果，你可以大家看一下。我觉得上脸的效果还是挺好看的。作为一款装饰用的墨镜来讲，它的装饰效果很好，尤其是它可以替换这个刀片饰片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去搭很多不同的自己的配饰装饰点缀一下，有个呼应。那如果你今天戴钻呢，就可以配一个钻的这一款，给你的搭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在一个小小的单品上有一个这样的花样，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并且它这一款不对，应该说这一个系列呢，除了这样的一个样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样式，我等下会贴图片在这里给你看。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挺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收到呢是他们给我寄的一个算是礼盒套装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橙色的盒子，然后里面打开呢就是有这个眼镜本体配一个眼镜盒，这眼镜盒也蛮好看的，它是有这种丝绒质感的，然后就带一套这个装饰用的替换刀片。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单买眼镜没有替换刀片的，我是觉得有替换刀片的这个套装会比较划得来，你日常使用的这个效果就是装饰效果会得到大大的提升，而且它这个形状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大多数的脸型。它尺寸是55/20/152，大头也能戴，小头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夹的其实还蛮紧的，并且它在耳朵这个位置呢其实有收窄，所以不会特别的压耳朵，不会戴久的时候觉得耳朵痛。当然整体的质感呢稍微有点胶啊，它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那些板材自然纤维，不是的，但是不影响它这个装饰效果，戴上来的这个酷炫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并且我还蛮喜欢这款镜框的一点，就是说它的镜腿后面有两个圆环，我不太确定 它只是装饰用，还真的有可以挂眼镜绳的这个作用。如果可以挂一条金属链作为眼镜绳这样子垂下来，我觉得跟它这些金属的装饰物这些位置可以有一个更加强的呼应，整个效果会特别好看。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推荐给你们看一下。 OK， 那么这是这一个 The Owner。接下来一个是来自未知领域的这一个镜框了，我之前有佩戴过，然后很多朋友也来问，所以就等着讲一下。这也是他们寄给我的，算是他们品牌3周年的一个礼品套装吧。除了有这个眼镜之外，眼镜是跟着一个小布袋一起来的，就它没有眼镜盒，取了袋子小袋子，它可以挎在身上当一个小挎包，但它其实除了装眼镜之外不太装得了其他东西啊。这个想法还蛮好的，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有点像那个空军飞行员夹克的那种内衬，然后一块眼镜布，就没有太多其他东西。那这个套装除了这个眼镜之外，还有一个3周年的 T 恤，背后有一个龙纹图样，我觉得还挺酷的，因为这也是他们品牌主打的一个算是传统华人文化纹样的一些元素吧。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便携的背心袋，我也蛮喜欢这袋子的。一面就是跟 T 恤后面一样的这个龙纹图案，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们的品牌 logo， 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整体的质感。然后他们套装上花的心思我觉得也不错。重点讲一下这副眼镜，它是有3个颜色选，我自己选了一个茶色的镜片，然后他们另外还有一个灰蓝色镜片和一个纯灰色的镜片，因为我没有茶色的镜片，我就选了这一个，我觉得还不错。佩戴效果的话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大了，因为他们也不是专门做眼镜的品牌，它上面也没有这个具体的尺寸，品牌元素上他们体现的还是蛮足的。镜腿上它有这一个龙纹的图样，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它是刻下去的，这种有这个龙鳞、龙爪之类的这种小小的点缀在整条镜腿上，然后侧面就是他们的 logo， 然后正面中间有一个凹刻的 logo， 就是他们的名字。整体的镜框的形状挺奇特的，我第一次戴这种款式的镜框，看出来吗？它是有一点两边上翘，然后是方方大大的，它有点像老派的那种太阳镜，像我们叫蛤蟆镜或者叫苍蝇镜的感觉，但区别于那种，它的镜框是全板材的，就是赛璐珞。这款镜框有名字叫龙魂，戴上效果感觉还蛮好的。不过它的这一个鼻梁中间的位置，两个鼻托之间的距离，对于我来讲稍微有点宽了，所以我戴上不是特别的合适。尺寸上来讲啊，造型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戴上来还蛮回答的。戴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也是没有配我自己的度数、就是一个平光的有色镜片，大概就这个效果，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一到十分的话，你会打几分？用来凑美的这一个效果还蛮好的，我觉得它在搭配中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它这一个形状还真的挺奇特的，别家好像都比较少见到这样的款式，稍微有点往外上翘，然后下面是方的，中间又收窄，这种感觉还挺少见的，但是又不会觉得太奇怪。总之就我觉得还不错，在搭配上我会愿意去使用它。选什么颜色的镜片，这个就看你们自己喜欢了。其实我是比较少带有偏色的镜片，就是比如偏暖偏冷这种，我是比较少带，因为我会需要经常确认图片的色准，还原图片本身的这样一个颜色的状况，所以我不太喜欢带任何会产生偏色的这样一个镜片。需要经常带，我一般都会选灰色。那也就说到我脸上这一副，也就是我最近买的这一副了。我也是因为这一副，所以等了这么久才做这一期影片啊。来自品牌是 Native Sons， 那它的型号叫做 Guerrero， 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他们推出的一个款式了。我说比较新呢、也是去年底的事情了。去年底大概是10月、11月左右，我看到他们有发一款新的镜框，就这个形状，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我之前也有推荐过 Native Sons 这个品牌和它的一些经典的款型啊。我自己的那一副呢，我是把它配了偏光镜，然后放在车里面当做墨镜用。但是这一款呢，我当时看到它出新款之后，我还想着说，改天顺路去一下上野啊，有代理 Native Sons 这些眼镜店看一下实物，试戴一下再决定要不要买吧。结果12月还是1月的时候，木村拓哉就带着这副眼镜上了杂志，我就知道惨了，这下要断货了。果不其然，我在春节前后呢去上野，然后包括去了 Gray 这些有代理 Native Sons 的眼镜店呢，都没有找到这款镜框的实物可以试戴。他们说是有，但是太新了没有订回来，或者说是没出货，我也不太确定。我当时想订就已经订不到了， OK， 那所以我就算了，等等看吧。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店，他说可以订，要5月底才到货。我想5月底 OK， 那我也能接受，我就先订着吧，反正到时不行的话我再转手就好了。就所以这是等于说我是没有试戴过盲买的一个镜框，在这里也十分的不推荐大家参照我这样的一个做法。眼镜框真的最好是不要盲买，尤其是在你不了解这一个品牌和它的风格的前提下，你如果第一次买这个品牌的产品你就盲买的话，很大的几率是不太适合你自己的五官的，每个人的五官都不太一样，所以眼镜这个东西真的是千人千面的一个选择，大家不要学我，真的是不好的示范。但是好在我之前是有买过 Native Sons 这个品牌，并且呢 Native Sons 的主理人之一 Tommy O'Gara，他其实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呢，有一个初心，就是说他要做一个适合绝大多数人脸型的眼镜品牌，所以才会有 Native Sons 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拿到手，然后戴上脸的效果大概就这样子。我最近也一直在戴它，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算是比较幸运，没有试戴过就买到这样的镜框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合适我的。它形状比起之前我自己有的那一个款式呢小了很多，虽然看得不是很出来，我戴一下之前这一款504，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有没有？就它上面的尺寸其实差不多，但是到下眼的位置呢，它会稍微往圆形再收一点，所以它的两侧会更往里，就看起来的效果是我觉得蛮精致的。我的镜片呢是有25度的灰，因为我是看到他们官网的一个官方的照片，他们每一款镜片的每一个配色都有两个效果图，一个是透明镜片，一个是有色镜片。我就被这一款渐变灰的有色镜片给吸引到了。OK， 那我也定一个这样的搭配回来看好了。还有说会不会灰色镜片正好可以帮我遮一下日渐浮肿的眼袋？实际效果你也看到了，对遮眼袋是毫无帮助的。就不要指望着有色镜片能帮我遮眼袋啊、遮瑕什么的，是做不到的。反而它不突出你的阴影就不错了。那说到我这个镜框的颜色呢，它是灰渐变黑，我觉得很好看。它的底部是有点透明灰的感觉，然后顶上慢慢渐变到黑色，但其实它的黑色也不是纯黑的那种死黑，它还是有点透光的。我迎着光拍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就知道，除了在鼻托位置，因为鼻托是后加上去，它会有块阴影，实际上你看整个镜框的效果，它就是慢慢渐变下来，我很喜欢这样的效果。并且它区分于纯黑或者说是玳瑁这样的一个配色，在视觉或者搭配上有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它也非常的衬灰色镜片，所以这是我选择这样的一个搭配一个原因了。那么说 Native Sun 这个品牌，或者说下 Tommy O'Gara 这个人吧，我是很喜欢他的一些设计，好早以前我就在关注他了。然后他跟龙泽森介开始 Native Sun 这个品牌之后呢，他所做的一些款式我都特别喜欢。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被称为眼镜教父啊？他除了在 Native Sun 做之外呢，其实他最早就在 Dita 做的，在 Dita 做了眼镜的创意总监，后来他就去了 Sun Brownie， 负责了 Sun Brownie 的眼镜做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来到了日本，然后就开始做现在他正在做的事情了。那么前一阵子呢，正好 Hypebeast 有采访他，
就是说给他一台相机，让他去拍拍他自己每天的日常。所以我才了解到说，原来 Native Sons 包括 Tommy 自己手里的其他的品牌也好呢，总共在制作的这些人员不算他自己啊，就八个人在做他手下的，除了 Native Sons 之外，还有帮 Julius Tart 这个品牌呢复刻他们自己的经典线啊，对他在日本的这个整体的眼镜品牌 The Light， 除了 Native Sons 在这边做，然后还有之前跟 John Mayer 做的那个 Max Vision， 不过他好像有点要凉的感觉，但是他现在又有一个叫 Selfish 的品牌出来，可能也在用这条生产线。那还有一个就是 The Shady Character， 这几个品牌都是致力于重现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复古的镜框，尤其是 Arnel 这一个款式，就是 TVR504 的这一个款式，这个其实也是很多朋友问的经典款式。如果你要买这个款式的镜框，我们有特别推荐 TVR 这一个504啊，因为 TVR 其实也算是蛮年轻品牌，我是比较推荐 Julius Tart 的 AR 或者是 Shady Character， 这两个牌子都不错，他们对于 Arnel 这个款型的复刻都是拿捏的炉火纯青啊。有 Tommy 的帮助呢，他其实对于还原 Arnel 这个款型本身的一些原汁原味的细节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TVR 这一款呢，它内倾角头有点大，佩戴的舒适性上每个人的五官都会多少有点影响，如果是 Julius Tart 的话，那个就不会，他们会做的比较平直一点点，这是非常细微的一些差别了。整体大家看到现在的好几款，好多不同的眼镜的形状呢，大概都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吧，就是方形一点的和圆形一点的。这两种方向各自有自己的名字啊，偏圆形的这种就叫做 Boston。然后偏方形的那些就叫做 Wellington、大家可以看到其实504这一款呢它是有点偏方形的，像这一副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偏向是 Boston 型的这种镜框了。这副眼镜呢其实我也才收到一周左右吧，我觉得这是我能接受的一体化鼻托的眼镜的一个极限，如果它鼻托再分开一点或者说再短一点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戴太贴我的脸，还好这一款是刚刚好，鼻托正好在我的鼻梁根部，但整体的话戴上来的舒适性还是不错。唯一一点稍微有点别扭的就是可能我从这一种形状的镜腿切换过来呢，不是很习惯的是镜腿的位置这条有做细，然后 Native Sons 这一款 Grero 呢它是平直过去的，就是没有在耳朵的位置做细，这样带来的一点不好的就是我戴帽子偶尔会压到这个镜腿，从而压迫我的耳朵，就是戴久了之后耳朵会有点痛，除此之外别的就还好。然后我自己稍微掰了一下它镜腿的形状，就是往里调了一点让它更贴我的头围，如果舒适性满分十分的话，这一款我能给到八分吧。 Arnel 这款的版型我可能会给个 8.5 甚至9分，就它没有任何的不适感。那么这是我对于 Native Sons 对于 Grero 这一个款型的一些这几天短暂的体验了，希望对各位有一定的帮助。还有一点很好的是这一次 Native Sons 呢他们的眼镜盒终于换了这个开盒的方式，不再是之前那种卷轴式的双扣环，而是两个铜钉，我觉得这个就比以前方便很多了。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次没有眼镜布，而是一个收纳的小袋子，眼镜布做成的小袋子。不过整体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次的改进的。 OK， 那么关于 Native Sons Grero 这副眼镜呢以及 Tommy O'Gara 我就先大概粗略讲这么多了，不想拖太长时间啊。回头再看我订眼镜的那家店他发的讯息显示的时候，就是这副镜框已经是售罄的状态了如果还想要这款镜框的话，可能下一次出货的时间应该是今年的年底，七八个人的小厂这个产能就决定了这个数量还有价格，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盯着这款买了，因为它也不是适合太多数人的脸型，它尺寸确实比较精致小巧一点点。我想这里推荐一下我没有购买但是我有在眼镜店看并且试戴过的一些其他我觉得还不错的品牌和一些款式。那么首先就是 TVR 之前我有一个504，但是后来前阵子吧我有看他们出一个新的系列叫做 The Infinity 8，还蛮好看的。它是有两个主要的款式，一个是偏方形的款式，就是偏 Wellington 的那种款型啊，还有另外一个圆形的接近 Boston 型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它是那种非常非常厚重的板材，然后加上里面的镜腿是雕花唐草的那种设计感什么的，就沿袭在他自己品牌一直以来的风格，还做了一些小的改进吧，就主要细节上的一些变化。整体戴上去的效果呢，依然还是比较浓的复古味道。那么再过来一个品牌呢，就是 Tavat。这个品牌我觉得是比较有设计感，就是光学镜片啊，当然你也可以当它是凹造型用的配饰镜框都可以。我觉得它的设计在这一众品牌里面算是比较独特，然后有它自己的这个品牌的设计语言的。那么 Tavat 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板材镜框，但我看他们主要做的款式还是以钛金属为主的一些材质来去做，然后并且他们很喜欢做金属上的一些做旧复古的效果仿造那些古铜的质感，有一点点蒸汽朋克的感觉因为它很多镜框还会做一些双层，然后有些大的螺丝，虽然只是装饰用但是效果还蛮好的。再过来一个我觉得也还蛮好的牌子，虽然
但我没有买过，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但是他们的款式、他们设计还有造工什么的，我拿到手呢，我觉得也还不错。之前在线下的一些店有看过，那就是 BJ Classic 这个牌子。这牌子其实也主要是以贝塔钛为核心的材料去做一些轻狂的款式，当然有辅助一定数量的板材，整体的风格它比较偏精致小巧，其实跟我之前看的那个 Stancy Romas 有点像，但 Stancy Romas 会偏复古一点点，然后 BJ Classic 我觉得它是比较现代简约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其实算是比较老的牌子啊，那你借你的眼镜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曾勇，曾勇这牌子也挺老的，但是就他们在国内的经营市场有点混乱，他们自己本身的款型的话我觉得还不错，毕竟有那么多年的历史。我手里的这一个是叫做 GSM817，对，它是一个透明灰的板材，镜腿的还有中间的位置配上贝塔钛的镜腿尾部也是这一个板材，然后它有做一个流线型的收尾，这个对你夹在耳朵还有你的头围上会有非常好的提升，佩戴效果会更好一点，非常非常的轻。这个情况虽然不是我本人的，但是我也可以戴，不过它是比较适合女生的，它的尺寸比较小，是48211140的尺寸，比较适合小头小脸的人啊，戴上的效果就很斯文，没有什么太多点睛之处，但是它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样一个定位，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就是舒服的镜框里面它算好看的，然后好看的镜框里面它又是佩戴舒服的，就你长时间戴着你鼻梁耳朵都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啊。但是大家不要问我你买到的曾勇正不正啊，我没有资质鉴定这些啊。还有 999.9 这个牌子也很不错、啊、我也有看到实物，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太适合我，它比较适合30-40岁以上这种人群可能会合适一点，就太过于成熟稳重。当然它那个内凹的那一个铰链还是蛮好看的，不过还是挺挑人的，我没有在实体店看到适合我的款式。镜框的品牌我实际上有在实体店接触到的，我觉得还不错的大概就这些啊，当然也有其他更好的，可能我没有接触过，我觉得不太有资质去评判了。大部分我都是在上野眼镜店接触到实物的，当然他们也不是经常有很齐全的货在那里，就像我这一副当时我去到就没有。然后 Native Sons 这个牌子在他们那里呢只有短短的一行，有个3-4款而已，就非常非常少数量。那么再多啰嗦几句，我自己这一副呢，我配的是蔡司的铂金膜镜片，然后染了25度的灰色。就关于镜片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不要省太多的钱，不要觉得好像便宜的镜片是性价比高的选择，其实这一个要关联到你的使用的耐久性的，花了更多的钱配到高一个等级的镜片，其实你的使用寿命可能会是翻一倍甚至两倍的，所以你平均算下来其实性价比高的反而是等级比较高的那一个系列。入门的系列呢，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了，你怎么选择是你的事情，只是我在这里一个小小的经验和分享吧、我自己是这样选择的，我觉得会更加的稳妥一点点。那么总结一句话，不管是日常戴的近视镜也好、或者说是装饰用的一些墨镜啊有色镜也好，选这些镜框的第一要素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是舒适，当然尺寸要合适，这个是默认的废话了，比较重要的会把舒适放前面，而不是好看的款式。对我自己来讲选择镜框的要素是这样子的，希望呢这期影片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那么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就点下订阅了啊。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